哎，对，它们都有名字，每一只都有名字。它们会下水吗？会下去玩水。可是现在是下雨，它们就。有，也不知道。嗯，好远会养呢。你看它们也都会洗澡。鳄鱼。会啊、哦，会会。不然，那会把鱼弄死。小时候在练习，对他，你看他好厉害。那些飞飞把鱼弄死吗？抓起来太久就死了。爸爸，你那个会不会抓鱼？会啊。会。所以这是黑猩猩，不是灰灰。所以黑猩猩是最活跃。最活跃，所有灵长类就他们最聪明，他们都比大猩大。待在这管着。对对对，所以，对啊，你们待在这里最幸运，都有的看，其他都躲起来。打棒球的棍子，那你研究他们多久？没有，我是露营，回去就我女儿她帮我上传分享给大家了，对对。对。角落动物，对，要把它录影起来。对，要录影起来，啊，精彩画面都就会传上去。对，你看它超厉害。对对对，它因为没人教啊，就是自己要去尝试。对。啊，大人两岁啊，对不对？这小朋友他是，他就体力好啊，就是要练。他对，应该很快就会平衡了。用走的过去这样。对，大致的都会哦。用。那他们喂食物进去喂他们，都进去喂吗？还是说？他在上站在那个上面，站上面。嗯，所以就不一样，习性不同。好厉害！快哦，这手脚好利落，群架都会，跟我们人类比较像。要来荡，他体力多好，荡不累。会站高高的，那个是公的。哎呀，坐着。嗯。对。啊，那个鸡，它老站在那边。看到它的小孩。嗯。他们眼力蛮好。你。